视频中正在上演狗仗人势的这只狗名叫一坨，是一只罗威纳犬。每当男主人不在他身边的时候，家里的母老虎怎么欺负他，他也是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甚至不敢正眼看向母老虎。然而一旦男主人出现在他面前，他立马就觉得自己有了靠山，腰板也直起来了，眼睛里也充满了希望的光。看他的眼睛好像在说，你终于来了大哥，我都被人家欺负完了。于是一坨便靠向男主人，用眼神示意男主抱住他。当主人搂住他的那一刻，这下一坨可来了能耐，立马凶相毕露，和之前被母老虎欺负的时候简直判若两狗。但有趣的是，只要男主一松开手，一坨一下子就感觉没有了仗势，瞬间气焰全无，马上秒走，直接变回原来的狗样。网友们看了都说，这只狗真是把狗仗人势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这回算是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狗仗人势了。不得不说，这只狗的脸变得实在是太快了。感谢您的关注与点赞，秋哥持续为您分享更多精彩视频。